如果说他们还有制造假金的话，那事情就更加严重了。我们要尽快行动，尽早打掉这条产业链。一旦它发展起来，危害就更大了。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大规模的制造。喂，小凡，干什么呢？我刚从医院回来。那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。去哪儿啊？还是上次那家餐厅，7点钟，别早也别晚，一定准时啊！不见不散，拜拜。哎，喂。沙小姐您好，这边请。沙小姐，里边请。这是盛天盛先生预定的吗？没错，您请坐。谢谢啊，盛先生，一会儿就来，您稍等。好的。喂，怎么了？小雨找到了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受了点惊吓，在医院住着调养几天就行了。这哪个医院？同里医院。怎么，你要来吗？今晚我也要过去，我妈现在在哪？同里医院。我现在有点事情，可能过去要很晚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到时候啊，约个时间出来。一起碰个头。好，那到时候联系。那先这样，拜拜。
盛天儿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时间刚好啊。看来我这个理科生的精准，有时候还真能派上用场。少凡，我希望你能够喜欢。喜欢什么？喜欢我的手艺啊。来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？这些都是盛先生专门为您做的，今天我们餐厅已经被盛先生包下来了，您慢用。来，沙发，我建议你啊，先尝一尝这个牛肉，上次不是咬不烂吗？你尝尝我做的。盛天儿，其实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这样。怎么叫没必要呢？只要你开心，什么都是有必要的。太浪费了。怎么？你真不喜欢呀？哦，没有，我喜欢，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只是我可能还不太习惯吧。嗨，你慢慢就习惯了。来，你赶紧尝尝。怎么样？好吃。来，沙凡，我们碰一下。沙凡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切呀，都是我做梦梦到过的。我曾经总有一个梦啊，哪天我能够跟你面对面坐着，让你吃着我亲手做的饭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为你做一辈子的饭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我的人生目标，那就是凭借自己的努力，在城里面开创自己的事业，然后让我自己过上好日子。可是我遇到你之后，我的目标变了，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查凡，你相不相信一见钟情？我告诉你啊，在我遇到你之前，我的生活特别的单调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学习。那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家特别穷，那些同学们都嘲笑我，我每天就生活在嘲讽和讥笑之中。后来我发现，只有学习才能让我忘掉这一切，才能够让我改变我的生活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没了命的学习，高中、大学、研究生，直到今天，我有幸能成为老师的门徒。那天晚上，在老师家，我看到上大学的你的时候，你的美貌、你的阳光、你的青春、你的活力，你一下子给我吸引过来了。我那会儿觉得，其实生活呀，它并不只像我想的那样那么枯燥，那么乏味，它还有这么光鲜的一面。少凡，其实是你带我走进了另外一种生活。我那会儿觉得，这才是我所要的一见钟情。盛天，你把我想得太好了。可能是吧。我只是觉得我特别幸运，我不仅可以认识你，我还能像今天这样跟你坐在一起，跟你说那么多我的心里话。其实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。不，沙凡，我说你有你就一定有。好了好了，我又说多了，来，我们赶紧吃饭吧，要不然都凉了。尝尝这个。
歉，我来晚了。没事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没有，刚才和一个朋友一起吃了个饭。好，就走吧，进去吧。后来啊，我就使劲的抱住那个坏蛋的腿，怎么我也不撒手，然后他就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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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踹。我是说沙凡阿姨。小雨，我来。哎，小毛，今天怎么样了？啊，好多了，就是眼睛有的时候还有一点疼。那要记得按时上药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朋友沙凡。啊，姐你好。谢谢你救了小雨。没事，不客气。小雨啊，别老缠着小毛叔叔啊，小毛叔叔啊也得好好休息。小毛叔叔说了，他喜欢和我玩。没事，我喜欢跟小雨在一块玩。听话啊。嗯。哎，我妈呢？阿姨刚才好像说是上洗手间了。啊。沙凡，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小雨。啊，好好好，有时间到家里坐坐。我新学会了一道菜，奶油炸糕。什么时候啊？去品尝品尝。妈，你又来了。到家里吃饭没？有什么呢？就小气。谢谢阿姨，甭客气。哎，妈，医生有没有说小雨的病情怎么样？不要紧，放心吧。那就好。小雨啊，要好好的养病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赵哥来了。
给跑了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说这么多有用吗？武峰只要见到了小雨，丁福海那边就拦不住了，你知道吗？哼，我早就料到了，弟兄们已经转移了，警方来不及下手。设备呢？设备怎么样了？设备我已经好好的转出去了，还用你说吗？你听好了，现在情况十分危险，千万不能有一点大意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好吧，先这样吧。以为是谁呀他？您好，刑警队。好的。走了。你觉得陈子峰后来找到了盛天？对，当初沙房开始调查盛天的时候，虽然我也有怀疑，但是当时苦于没有有力的证据来支持他。现在有了关于制造假金技术的这个问题，我们对盛天的怀疑也就说得通了。但是我们必须得严谨，要把握到有力的证据才行。嗯，应该从哪儿着手呢？
你们这以前都是干什么来着？那为什么我刚接手的情况下，警察就来查呀？这陈子峰这不坑我吗？这陈老板，这以后咱还怎么干啊？哎，你们找谁啊？哦，你好，我们是市刑警队的。怎么又是刑警队的呀？你们昨天不是来查过一遍吗？再说陈老板以前做的什么事儿，我们也不清楚。你们这一天一趟的，我这生意还怎么做呀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有些情况呢，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，希望你们能配合。嗨，我也就是发了次牢骚，你们该查查你们的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。哦，对了，他们两个以前就在这干，对这的情况比较熟，看看能不能。能快过我们吗？我们不是安全撤离了吗？关键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呀？现在是风口浪尖，我们不能贸然行动。货也有了，买家也有了，说停手就能停手吗？什么？你联系买家了？你不要想赶紧卖了货变现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在警察盯得紧呢？这钱什么时候不能赚？这可不是小数目，钱到手了，五五分。不行，必须推迟。这段时间，咱们俩得消失一阵子，不能有任何动作。等风头过了，我们再动手。有了时间。你就有闲情追女人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的心该收一收，放到正经上。儿女情长不能当饭吃，没钱谁跟你？你少管我的事。我不管你的烂事，我只关心生意。你只关心生意，不管时机对不对？陈子梦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样下去的话，你不光害了你，害了我，你连所有人都害了，知道吗？害了谁？我不关心生意的话，弟兄们吃什么？你拿什么养你的女人？行吧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自个儿看着办。这段时间，咱俩尽量少联系。你是害怕我连累你是吧？
李薇，好，我知道了，继续跟踪。嗯。怎么了？李薇汇报，这个盛天每天除了跟沙凡吃饭逛街，就是待在实验室。陈子峰、叶总会那边线索也断了，现在就更难抓住盛天的把柄了。这个盛天确实很难对付，接下来就看谁更有耐心和脑力了。我看以后啊，还是你陪我买衣服，你眼光就是好。小凡，那我一会儿先回去收拾东西，宿舍那边催得比较紧。哦，哎，要是没事的话，这两天就可以搬过来了。哎，要是来得及，今晚就可以。好。哎，少凡，谢谢你。真的，真的谢谢你。你不是说我们之间不用说谢吗？哦，对对对。那我先走了。现在换老板了，原来那彪哥挺不错的。彪哥不是出事了吗？滚远点！再敢来这闹事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又在这儿喝酒，该干嘛干嘛去。谁啊？我，盛天。盛天，你快进来吧。好。
愣着干嘛呀？我帮你收拾收拾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来来来，我来。要不要换鞋呀？没关系，踩吧踩吧。好，房间在这边。刘彪刚出来没几天，怎么就死了？我查了一下罗彪被放出去的情况。罗彪啊，以前跟着他那帮小弟早就散了，他现在属于孤家寡人一个，而且情绪也不是很稳定，再加上他老婆总跟他吵架，他就经常在外面酗酒。在外面酗酒？他自己不是有一个夜总会吗？他被抓进来的时候，为了花钱疏通关系，把夜总会给卖了。苏梦，哎，尸检报告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罗彪确实是溺水死亡，他死前喝了不少酒。现场调查更倾向于酒后自杀，或者是意外落水啊。自杀？罗彪这个人胆子那么小，刚从看守所出来，他会自杀？我觉着啊，这自杀也并不是没有可能。罗彪现在啊，是他们那个圈里的一个笑柄。你想啊，罗彪以前是威风八面的。现在呢是众叛亲离，这心里的落差它可不是一星半点的。如果说是意外落水，也有这种可能。嗯，总之罗彪的死非常蹊跷。苏梦，查一下罗彪的手机通话记录。是。就是一暴发户，那钱都是靠旁边走道赚来的。但人说了啊，钱不是问题，价格也好谈。峰哥，这种客户咱们挺难碰见的。